领袖，领袖，伟大的领袖，哦，我就要靠他，你知道？哦，进去了，感动，你知道吗？那么近了，跟伟人站那么近，为什么？还没有出来以前，我已经站在 stand by 站半个钟头。你一边唱一边靠哦。太感动，看到总统嘞，那个时候不得了啊！你的口干嘛唱会出来？我足认真拼性命唱嘛，是啊是啊，吃奶的力量都拿出来。就眼泪一直掉，然后总统就看到你在掉眼泪。然后我掉完了眼泪之后，你猜怎么样？更难的是，先总统蒋公也掉眼泪，他不是感动的掉眼泪啊，他是笑的掉眼泪。今天来宾要介绍是瘦鼻猴歌王，他的名字在我们脑海永远都难忘，是他的舞蹈歌唱都是一级棒，一级棒，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他到现场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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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全不用 rehearsal， 可以干嘛听上帝的唱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看到松一大哥呢，是我最开心的。松一大哥就昂，你知不？哎呦，所以那时候他对我们新人哈，甚至没有知名度的那种小歌手，就听我那时候好喜欢那艾琳，真的唱歌真好听。他的歌啊，是我模仿的对象。妈呀，我最喜欢他唱哪一首歌？都知道，亲人。我情人，我怎么能够忘记呢？那个时阵已经好得不得了。我今日若无红，我读个十，十秒你做伊阿姐，哎呦，赶紧灌奖品。哎呦，阿伯，你这头站落来才坐两三个人，好，头壳足好个，才大粒。你跟阿伯你两个有关系？有关系，这是的。我侄仔甲伊是同学。是啊是啊，所以看到人叫阿伯，阿伯，阿伯上我照顾阮呢，开玩笑。不过咱都讲哦，介绍这瘦皮猴歌王。郭照，观众朋友可能不记得了，以前松一大哥好瘦哦，最瘦的时候大概48公斤，哎呦不得了，啊，今麦才84公斤了，拍摄无啦，无啊，这无啊，这无啊，无啦，没啦，今麦是较中厚了，你今麦跟他中广，跟他那个巴肚小块较大天呀，今麦差不多是68、70了，哦，安尼话算足标准的呀，不过你看伊今麦穿差不，飞讯啊，比你还 fashion 呢，开玩笑，无啦。阮做囡仔的时阵哦，阮看到哦，阮阿爸，阮就感觉讲哦，哇，将来我后摆嘛要做一个明星，我嘛要足怕安尼啦。对啊，还有你看看，折丑折丑，三角眼，买洋盘店，安尼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的模仿力都爱用吹气啊？不然那个时候我做秀的时候，经常就是演那个，我跟于天演那个什么《歌王与我》嘛，我是反串豫剧嘛。你不能演技嘛？那演技拢爱安尼嘛，嘴齿安尼干的，干恐怖。演丑的又不是演漂亮的嘛。所以讲哦，就阿妈一款啊，就爱安尼。所以哦，变成注册商标。阿哥金一个，那是算讲后边的代志。哎，挂后边啊。哇！进前来阿伯先金一个安尼。所以是这样子来的哦。对对对。啊，当时因的表演拢是最前卫的，哇，爵士舞大概跳个砰砰叫呢。最早的偶像团体，第一代的。是骑士。从台视刚开播没多久。我明天退伍，我今天已经签台视了。为什么那么 lucky 呢？那时候因为金砖康乐队经常在电视公司演出。那时候呢，主管就已经相中我了，哎，这个不错。问我说什么时候退伍啊？我说什么时候退伍？好了，明天退伍，今天就已经叫那个 AI 好，你们都不知道了。我知 AI 好，我知。矮仔虎跟我是以前是那个党部的文化工作的同事吧？对对对。他带制作人去跟我签约，这样啊，所以我就组哈哈合唱团。哎呦，跟吕文忠跟那个洪麟，那第二期是徐峰、李静梅跟李登彩嘛。你是？动感歌手唯一一个吧，对对，很少，那是很少，就少了，因为太飞。而且中华民国第一个打歌的歌手也是我，好，这正讲的周先迪家，那来看卖呢，当时呢吼，真正在电视顶表演那样呢哦，载歌载舞，即马阁看有对哦，来欣赏欣赏，赶快，来。
哎呦，你看瘦不瘦？多可爱！你看像不像李登才？67年的，天哪！最低音真，哇！你们节目真是厉害。我俩只有台视有，其他电视台没有。那是徐伟。哇，徐伟也这么好。哇，好棒哦！今天能够看到这种镜头。这天把它录起来，回去把它录起来。哎呦，你看多瘦啊！哎呦，不得了！哎呦，你看他直接搞的，那手你看看。今天我告诉你，好难听哦。当初这样子是厉害的。你当初有40几公斤呢。可是他 pose 很好看。随便一跳就知道很会跳舞的人。哇，这次有办法。哇，太好了！哇，今天真的是回味无穷，回味时光隧道，这景哦，再给它敲下来，哦，这些机关的回忆。你看，如果有机会哈，还可以找到一个资料，只有台视有。台视有，对，中华民国第一个靠着先总统蒋中正先生，最近唯一我一个人为他演唱有那个镜头。哦，哇，好，蒋公他是79岁到兰屿岛避寿。那我就是船上的水兵，那时候我当兵，是唯一我站在他面前唱《领袖，领袖，伟大的领袖》，哦，我就要靠他，你知道？哦，进去了，感动，你知道吗？那么近了，跟伟人站那么近，为什么？还没有出来以前，我已经站在 stand by 站半个钟头。啊，你这边手这边靠哦。太感动，看到总统嘞，那个时候不得了啊！你的考干嘛唱会出来？我祝你这拼性命唱嘛，吃奶的力量都拿出来，就眼泪一直掉，然后总统就看到你在那掉眼泪。然后我掉完了眼泪之后，你猜怎么样？更难的是，先总统蒋公也掉眼泪，他不是感动的掉眼泪啊，他是笑的掉眼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除了唱之外，我还耍宝。你怎么耍法？我跳的那个小水兵的舞蹈，1 2 3 4 5 6啊，装就是丑角啊，那又搞他。好嘞，前奏的啊嘞。那个时候这种东西很少，很少，很少，没有人敢。他平时都很严肃的啊，那我就很轻松这样。哎呦呀，我把他逗得乐的要死啊！我说好可爱。我说这两个眼泪就厉害了，一个是感动的眼泪，一个是笑到流眼泪。对对，哎呦，两个就刚安那，你能一起的？你能有烂几的不安那不？哎，不敢，不敢啊！那时候哪敢啊？多奋斗啊！谢谢那个时代啊，能够看到总统那不得了。但是今天你别亲眼看，我大家听到哦。这个醒来吧，雷梦娜，这样刚刚朱秋林来了。我跟你讲，过去我们只知道哈，就是雅萍姐，是，还有这个蔡依红，是，他们经常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曲，其实也变成他们的招牌了。嗯，尤其雅萍姐唱完这条歌的时候，拍落去啦，拍落去，我亲，有担心，但侬唔知我原来这条歌是松义大哥的，已经叫原唱。那个歌词也是我自己写的，蛮新鲜。对，哇，这个但是呢，但是我没有写我的名字。那你写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所有的唱片的歌词啊，都是当年那个台视的制作人刘国谦先生他写的。是啊，我还拍写，一共一波人啊，一根要进录音室啊，还没下出来。自己写。我等自己写写讲，哎，哎，大啊时阵已经没回答讲，哎，国谦安尼说，因为这样赚得袂歹啊。啊，我也不敢用我的名字，那个咱设计啦，觉得丢脸啊。我都唯一写两条歌，哎，够好运够红了。是啊，一条就是一条就醒来八点半了，一条就是安尼的《香港恋情》。哎呦，真紧啊，假呀？哎呀，哎呦，这个国父你这，哎呦，我那还搞了，哎，那也搞了。有生以来写两条歌，拢红了。是啊是啊，他们这么强卡的，什么所在？哎，过来。哎，那可是我讲《香港恋情》那个歌本里面的。这个作词者都没有打你的名字，对，好像就是你卖卡给你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没版权呐，啊，咱男仔讲会叹叹嘴，那个时候那不个，看到相片拢未登的嘛。我是想讲，什么人真正不惊船去到香港，才知影讲太平山脚的代志啊？歹势吼，迄是我香港向放下登来写，我是真实的故事了。啊，卖阁讲啊啦，来。我回来了。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了，你看，
我给你带回你最喜欢的东西。孟兰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为什么不说话？孟兰，哎，孟兰，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雷蒙娜，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听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，永远的永远的爱你。为什么为什么无语？回答我，回答我，也只要一句，雷蒙娜，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雷蒙娜，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听我再告诉你，我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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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雷蒙娜。我不相信，我绝不相信，蒙娜，我骂你，我骂你，你真傻，你真傻，你真傻，永别你，雷蒙啊，蒙啊！掌声不够多就不起来。掌声。这条歌要脱袍啊，这样想哦。可是像你们这样子走在这么前面的第一代的这个这么成功的艺人哈，那些跨啥来影响？有什么给你模仿？而且那时候台视好像也刚开播没多久，也没什么那个对象充实自己的地方，对，没有，完全看那种电影。比方说啊，正好有那个这个什么金凯利的歌舞片，是是是，好，金凯利那个歌舞片，哎，拜托，我对他大空暗机啊，他演十场我们看十场，他演六场我们看六场，买一张票，啊，这一部学会了，下一步忘记了。在学对对对，我在看呢，那笑啊，你知道吗？那看个那规个好拢在编舞啊，就往等于做民乓，民乓嘛，过来过来跳舞的。啊，你跟我老师？啊，不不不，没老师，老师，从容背起来吼，较紧的。拄个面盲去，哎，用个画图，即卡起起，啊，即嘛是安呢，啊，即退休一个就变安呢，啊哟，拢用个画红啊安呢。你去注意看，当时画落来即个哇，武林的功夫还搁伫遮。你哪会遐厉害啦？还有做网中舞，完全哦投入啊，走在西门町的时候，那干嘛那跟他笑啊呢 ？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two two， 你干了会安呢？因为想到明天要编舞就是这样。所以看到电影就看电影，等于是你的老师。对。但是因为没有电视啊。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外国团体来这边了。是啊，啊，当时在戏院哦，已经哦，即个安尼看到呢，看到家己有一个床位，你知无？还有一个眠床啊，边啊，搁有通泡面。我听你咧讲。算讲迄个认真的听到啦，咱即卖囡仔无人缀得着。真的，来来，过来看一段 VCR 啦。来来来，哦，今天你的精彩都给你看，好棒啊！我们这个节目。林淑仪，你已经有一点希望了。那么张英奇，你的意思呢？这是63年的歌星之歌。我是坚决的反对。反对？为什么？与林飞小姐的交往公听会，他是完全是动作派。而林飞唱起歌来呢，也是大批的动作出笼啊。那么如果他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呢，那不就演动作戏，成天铁公鸡打架了？这个说不定了啊。不过你对他们两个很了解，这是林飞小姐，林伯母来谈一下，如果他的女儿跟林飞一对的话，您的感想是怎么样的？林伯母，请教您。都没有意见了，那个叫林飞愿意，我是这个很民主。哎呀，您是一个很民主的妈妈。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你了。太高兴了。啊哈。请问林凤，你的意思怎么样？我啊，我反对。你反对啊？哎，
为什么反对？我姐姐个子高嘛，那林松义个子太矮，总是人家会笑。会笑？我有一穿4寸的高跟鞋。我姐姐穿8寸，比你高一。那我可以穿10寸的吗？我看这样好了，干脆你们两个下了节目以后，你慢慢去协调，看究竟她穿几寸，你穿几寸。哇，好棒好棒！我希望林辉能看到这一段。那时候林辉姐好红哦，很漂亮哈。是啊是啊，其实哦，我那边哦，跟今仔日也是讲哦，他的学习的心还是一流的。嗯。基本上新歌啦吼，哇，看起来古歌拢道道的，变成了主曲啊，赞！我今仔要唱吼，老老老，我阿未出世就有这条歌。嗯。啊，甲最新，以我来讲是最新的啦。黄昏再会，甲一生就有你。安尼好，来欣赏一下，来来来，感谢。开始第一部片子叫做《曾孝子金浩柱》，13、14岁就会当演做电影明星。反正吃饱，规工就是看报纸，哦，都要要招招考演员呐，什么安尼去安尼。规工拢在做。啊，去到就人讲，囡仔，啊，你遮细汉袂使啦，我袂要紧，我有通食到，有通大就好啊。剩下我拢做本钱。啊，来个红甲全球，全世界人到处作秀。哎呦，有啥物较会记你的代志，较趣味的？之前在新加坡曾经要离开，因为那时候新加坡刚开始没有规定，后来因为台湾歌星去太多，他们演艺工会抗议，台湾歌星怎么都在剥夺我们的市场，所以规定说半年一定要离开，半年要离开，那我是第一个，
我是最早去的，我那时候已经这样十个月，必须明天就要走，就离开了。哇！马上报纸就登了林松义的最后一场演唱会，爆满，哇，不得了，水车水马龙啊！听人讲新加坡遐么沉落，唔知有无？新加坡细细啊，你。然后观众朋友那种送的送，抱的抱，哭的哭啊，那样抓住你这样子哦，签名等等。那我上台，我记得我第一首歌，我就是默默祝福你。就这样悄悄别离，没命怕。就这样离我远，根本就唱不落去，喉顶到这来。哦，还是大家在那边哭啊呢。那个是让我非常难忘，那是早期。所以什么叫 superstar？ 那我觉得歌星要跟他们登去英国，你还要生离死别，那我就有代志啊。对啊，如上考妣啊，大家拢有感情。